每一天不停不停的想你 ，follow 你的动态，太不快更新。之前有递卫生纸给别人的经验吗？有啊，谁？婷婷啊，她是很需要拉屎的一个人，她到哪里都要先拉一泡屎做个记号，表示她有来过。在什么时候情况下递给她？任何情况。演唱会后台、校园、休息站、团体训，我也印象我弟过。拿一下卫生纸来。我在学校都不是丢卫生纸，都是倒水。倒水？人在里面拉屎，倒水下去。好，你以前有倒过人家水？当然。我旅途中的美景，笑得你。这一次呢，是主要是跟全联合作一系列的广告的拍摄，然后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全联有什么样好康的东西，什么样特价的东西要介绍给你们。你只要加入全联的官方的 LINE 账号呢，上面就会不定期的告诉你这一次有什么特价的商品。比如说我自己的话，我就有会员卡，那我的发票啊什么的点数啊，我都会直接请店员呢存在这个卡里面。那结账的时候，他就会告诉我说：“哎，你有多少钱可以折扣啊？”然后这些都还蛮棒的。然后再者就是那个发票可以不用印出来，非常环保。然后他有一个全联的有个 app， 然后每一次呢，他兑奖，他只要兑中，他就会自己通知你说你中奖喽，所以就不用再花心思去兑喽。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帮你省到一点点钱，折起来就可以累积到一大笔财富啦，多棒！光春音乐。